大家凌晨好啊，现在已经是凌晨2点钟了。我今天突然心血来潮来做这个录音，录音是因为我发现有些东西啦，就今天是特别忙啊，今天我的车好像有问题，所以我就白天的时候都是在弄我的车啊，很没有空。那时候也是没有看什么盘啊，也是突然间看到这个 VDA 从6分钱慢慢吃到8分，OK，我们看到这个 pattern 啊，就有点猫腻了哈。为什么突然间要从一个6分钱收到8分钱？其实这个6分钱去到8分钱哦，它的量很大。我看一下6分啊，6分其实赚很少吧，其实没有多少人丢那个6分钱。然后6分半就做了很多，6分半的键盘了，6分半的键盘键了整个早上到下午3点钟为止，OK，早上的9点做到下午3点都是在键那个6分钱的盘，所以说，VDA 在那时候这个价位已经在收票了，30帕米人，OK。38米，我们现在不要管那个欧巴是否有没有丢票，已经不重要了。他丢票已经变成是一件好事情了。我们看 DataBank 也是，他也是丢票啊，他丢票了过后啊，那股价飞上去。我们现在讲回 VDA 了哈，所以我们看那个盘，六分钱做了差不多2万 lot，然后6分半。38 million share，7分18 million share，7分半13 million share，8分接近18 million share，OK，所以关市的时候8分是排在 buyer 那边的，所以我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，其实这些东西是有迹可循啊，有迹可循的东西啊，这些东西为什么会突然间这样子？为什么？这个事情会不会跟那个上次我讲的那个 Pan Malaysia Holding PMH Holding 的情况一样呢？PMH Holding 是给那个 Esteem 老板收购了咯，所以它飞上来了哈，从6分钱起到4毛钱，翻了一个7倍啊，7倍。如果你那时候买1角钱的话，你也是去到4角，也是赚4倍了哈，刚刚好我就有赚到了那个。OK，然后我们现在讲回 VDA 啊，VDA 这个东西哦，先从头讲起啊。以前它从上面掉下来的时候呢，它是因为那个暴雷事件了哈，那个暴雷事件就是margin call 了哈，从上面插下来啊。那时候在1月份的时候。突然间从5角钱差下来，然后limit down 差下来，然后就关在19分，49分变19分了，第二三角钱 limit down，所以这件事情呢是一件由于margin pyramiding 你们懂吗？哈，pyramiding，因为之前那个 OPAC 哦。老板跟那些小庄啊，那些 warehousing 啊，他们合作了做这个东西呀、啊。pyramiding 就是，比如说你有1 million share，然后你用那个 margin 可能买到500千股，啊，1 million 买多500千用 margin，然后那股价又再上，所以你的。你不需要多少钱，你的1.5 million share 哦，又可以再多买多一个300千股，以此类推哈、哦，这个 pyramiding 就是，当股价上涨，你的本来的股加上 margin 的 margin 也就会增加嘛，所以你那个 margin 你 margin 多出来 margin 就可以再多买股，这个 pyramiding 哦。在那时候呢，在去年
去年的时候，2023年的时候啊，那个老板呢，他就跟那些小庄的 remixer 就合作做这个 pyramiding 啊，把那个股价从一个底价三四角、两三角推到三四角、五六角这样子，这个是一个很长的 process 来的，所以我今天不讲了，那个很长很长的事情，我们讲它暴雷就好了。但比如说，比如说有什么人有事情发生啊，都会出现一些互相指责的事情嘛。比如说有些人，比如说好像如果本来是一群合作人，那突然间翻船了，就大家的蒙受损失，所以都互相指责了哈。这是一个我是讲这样的例啦，不是说比较的哈。我们讲回比较啦，所以在那个合作方就是那个欧巴。跟那些小庄、维豪星、Remaster 他们合作做这个 pyramiding 的时候呢，他就用 margin 买了很多股，所以那个多出来 margin 是非常的多的。所以一旦他这边利兵倒下来的时候呢，就会造成 domino effect 哈。所以那些小庄呢，那些 Remaster 呢。他们都亏了很多钱啊，他们是跟欧巴是合作关系的，他们亏了很多钱，然后他们把那个责任推给那个欧巴了。如果是双方合作然后亏钱，其实应该自己承担啊，他们就把那个责任推给欧巴了，讲是他错了。OK，所以就会听到很多那种不负责任的。说话了就说，有些人造谣说，这个 B 站啊，他会中 PN17 啊，什么什么，然后又什么 consolidate 啊，什么什么，还有那个他们讲那个欧巴人间消失啊，人间蒸发啊，然后找不到人啊，这些都是骗话的啊。那个欧巴出现在那个。就业展啊，不哪里啊？这里应该是，这在哪里啊？好像有一个。就业展啊，一个就业展哦，然后那个欧巴有出现在那边招那个员工啊，招那个大学生成为他的员工，他有出现啊，并不是没有出现啊，不像那个 Remaster 那些 Remaster 啊，造谣说啊，一传十十传百的说，哦这个欧巴人间蒸发啊之类的东西，那全部是假的哦。OK，我们就讲说，我们就已经现在我们已经弄清楚了哦。就是那些全部中上那个欧巴的中上那个 V 的那个公司的人，都是谣言了哈，谣言，而且是带有目的性的谣言哦。我们要清楚这件事情是一个很严重的指控啊！你讲那个你们就是那些 Remaster 那些小庄那些违法性造谣啊，造谣这种东西是一个罪行啊！如果你们知道他们是谁啊？可以去举报 SC 的，OK？如果你们知道哪一些 remixer 去造谣，讲那个不好东西，然后胡乱指责那个公司，其实是可以举报他们去 SC 的，OK？这个是一个违法的行为啊。OK，我们不要讲那个欧巴跟那些 remixer 跟那些小庄之间的矛盾了，我们不要讲。当然，那个小庄些那些小庄那些 remixer 他们是蒙受了很大的损失，他们去讲讲这个公司不好，那个公司不好，你应该是理解吧？他们亏的数目应该是很大了，八九位数哈，加起来应该有八九位数啊。
我所知道就是有一些云麦社，他们几个人加起来就亏了几千万了，几个人加起来就几千万了。你想看，有些大大小小云麦社、小庄、warehousing 全部亏了多少钱？所以那些亏损其实谁应该背呢？我们不要去理他们，谁应该背那个亏损啊？我们不要理他们。我们现在投资这个公司呢，我们是看清楚了那些事实哦。刚才讲了一大堆那些恩恩怨怨啊，就是其中一个 fact 啊，就是我们要搞清楚它是一个谎言，还是一个真的事情啊。所以我们搞清楚了，就是那些 reminder 是造谣嘛，重伤那个公司。好，那是第一个哈。第二，为什么我会看好这个公司啊？你有去注意最近的 annual report 吗？OK，我们看一下2024年最新出的 annual report 啊，这个 annual report 是几时出的啊？是在几号啊？30号哈，4月30号。OK，我们看一下那个 top 30啊，我们就看 top 30好了，里面有谁啊？OK，其实我已经做了 comparison 了。Top 30里面有几个是多出来的人，就是 compare 跟2023年的年报跟现在的年报啊，没有，就是2022跟2023年年报啦，就是最新的跟上一次的年报，我们多出来一些人哦。OK，我们先看 Top 5里面多出了谁啊？Top 5啊，Top 5看到一个参瓦干了，妈谁啊？这个参瓦干。所以 Chamagian 看起来是一个很普通的名字，其实如果你 check 起来他是谁，他就是这个阿基亚的前老板了哈。Chamagian 他是阿基亚的那个上一任的 CEO，也就是上一任的大股东哈。所以这个大股东为什么辞职呢？在这个消息是在去年年尾啊。29号，为什么他辞职呢？因为那个公司已经卖给 Chinhin 了，OK，所以就是 Chinhin 就是收购了阿吉亚的，就是参瓦干的阿吉亚票了哈。所以那时候 Chinhin 收购了嘛，这个是2022年收购的，还有一些加码的，我不懂加了多少了，总共。所以，如果你要知道他买了多少，你去看阿吉亚的 annual report，你就知道亲戚买了多少。OK，所以这个不是重点了哈，它重点就是这个阿吉亚的老板陈华健跟亲戚的关系不简单哦。OK，生意上关系一定是有啦，但是你看，他是第五个。大的 shareholder 108 million share，OK，第五大的 shareholder 108 million share，然后我们讲完这个先，OK，第二个谁呀、啊？王子明其实他一直都有在里面了的，王子明就是 Hectar 的老板哦，Hectar Group on to me。OK，Hectar 这个公司的老板王祖明哦，好，Hectar 的股价多少？看一下啊，OK，这个是王祖明了哈，他是 Hectar 的 CEO 了哈，Group CEO，OK，他也是一个蛮有钱的一个富豪啦。他的父亲是有在里面吗？没有写啊。OK，但是我们不用管他这个先，我先查清楚他的家庭关系了哈。OK，王祖明啊，王祖明就是 Eddie 的 boss 哦，Hectar 的 boss，王祖明啊，所以他有个父亲叫翁孙浩。翁孙浩这个人呢，在去年的年报有出现的，在 Top 30里面，OK，
去年的年报啊，还有王子明的妹妹啊，汪朱劝呐、啊，这个人呢，他也是，他就是王子明的妹妹了哈。OK，我们看一下那个年报啊，我们看一下那个年报，我们看回年报啊。所以那个王子明的出现是，不奇怪了，因为他去年也出现嘛。OK，所以王子明有大概加起来有4.多%呐、啊，你自己算了哈，你们自己算。OK，所以王子明加起来4点多%，所以其实 ADO 跟钦聘啊，跟钦聘啊是好朋友的，他们是好朋友哎。ADO continue to see opportunity。然后还有讲，OK，所以他们是好朋友了哈。倾听 group 跟那个 IDON 是好朋友，OK，他们有一些很好的关系啦。从这个文章上看出来，哦，你讲那个倾听的 founder 他都属于 Chao Beng Dian，什么 subscribe private placement，什么 sold his equity to on at 38% below market price，好像。我便宜卖给你咯，哦，我们是好朋友，我便宜卖给你，这样子意思咯。所以就讲了一个事实，就是倾听 group 跟那个 ADO 是好朋友啊。我要给你们知道一件事情，OK？倾听 group 跟 ADO 是好朋友，我们看，然后倾听 group 就收购了阿基亚，OK？阿基亚的陈华健拿那个钱就跑去买那个 VIDA。OK，拿那个钱就买去网鱼的，这个是长发店哦，就是那个阿吉亚老板哦。我们看一下王子明是第九、第十，还有下面还有几个啦，第18也是他咯。OK，我们看到一些重复的名字啊。OK，我们现在不要看王子明了，我们看他的妹妹啊，汪朱劝，汪朱劝就是他妹妹哦。刚才看到那个阿迪哥了吗？汪朱圈就是他妹妹。OK，汪朱圈就是他妹妹哦。所以我们看回那个 annual report 啊，所以汪朱圈这个名字呢，copy 一下先，容易搜索这样子。哎，这边搜不到，不懂怎么。哎，算了，我们就不要搜。不急，我们一个一个看的话，反正只有30个名字了嘛。所以汪朱谦他是第19的 shareholder 了，出现一次，我们再翻下来，21也是他，汪朱谦，OK，那刚才是21 million，现在是19 million，加起来40 million 了。第23也是他哦，又是我，为什么又是我？你看，然后第24也是他，所以那边40 million 了嘛，对不对？40 million 加17 million 再加16 million，所以是多少了？所以是差不多33加40哦，33加4073 million share 大概，OK，所以他跟他姐姐，他跟他妹妹 all in 这个 V 的。已经是四十了，哈，他们去 all in 了，OK，我们不要看这两兄妹了，我们看别个人了啊。你们有没有注意到那个，就是又有一个重复的名字啊？看到没有？Neil Suget 啊，Neil Suget 三次诶，一次大概15 million，三次大概45 million，40多 million 了哈，又出现了三次这个名字。你说个是吗？所以呢，我们查一下它的底哈。OK，你要说个呢，这个人呢，他是一个发展上来的。我们找一下啊，
你有 Suket 啊这边，你有 Suket 跟 Chinhin 他们也是一同得奖了哈。我看到没有，左跟右啊，Chinhin 跟 Madison 在这超豪村，然后这个 Trinity 又出现，你有 Suket 是 Trinity 的老板了哈，也是 Binpuri 的老板，这些都是发展商啊。所以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关系啊，但是，我看到一个路边消息哈，我们不要设人了，我们设公司，亲信，然后跟 Trinity，OK，我们看这个老爷讲什么鬼啊，Trinity，所以不懂他们讲什么鬼，我们不要理他们。这边有块地，在哪里啊？看一下。Petronas Cricket Field，哦，我们不要管它哪里了。所以看到一个消息啊，actually the land was belong to 这个 Ginara, they sold two plot land to Trinity and Chinhin。看到没有？Trinity and Chinhin 啊。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一个生意上的伙伴吧，生意上的朋友，亲信跟 Trinity 都是发展商，然后这块地卖给这两个人，OK，一起发展这块地，锦州那边，所以可以说这两个 Trinity 跟亲信呢有某程度的生意上的关系了，OK，这个是小道消息了，所以因为这个方，然后这边又看到他们一起然后讲之类的东西，对，不难猜到了哈，所以我们看 Neil Sugat 又是他们的人，Neil Sugat 啊，然后王子明的妹妹啊，王子明啊，一家人 all in 啊。他们还有那个谁啊，Choi Kang 啊，Choi Chan Wa Kang 这些人哦，还有那个 Hui Wan Capital 不懂什么公司的那个 Hui Wan Capital 之前好像有查过，好像是一个借贷公司啊，不懂谁的这个，不懂谁公司哎，借贷公司。那水的这个公司，刚刚开播哦，2020年哦，Investment Community 什么鬼哦？你看这公司是来投资 Trading of Shares 啊，什么 Community 啊，这样子的东西。哦，这个是一个来投资哦，来投资的一个 Holding Company 啊，应该是。所以我看一下会员 Capital 是什么啊？这个啊，那你做这个东西要保的是 financial service 啊，offer loan 啊，借 loan 啊，难道是这是借 loan 的公司哦？可惜他没有说明谁是老板呢，要不然查一下啊，去买那个 SSN report 啊，查一下知道是谁啊。可是我们没有那个，没有去买啊，现在已经半夜了，没有去买。地址哪里啊？参照令，还不知道是谁啊？这个，除非去买 SSN report 咯，才知道是谁。所以还有这个汇万 capital 啊，可以去查一下，如果不空的话。Menuju Asas capital，Menuju Asas capital。又是什么公司？新开了全部，2021年呢？什么 holding company 又是拿来后股？什么公司的这个没有 corporate side 啦？对，这个也不知道是什么人了，除非去买 SSN report。OK，那今天已经讲到这样明了啊，自己看了啊，自己看了啊。
所以你一看里面谁突然出现在里面啊？谁呀、啊？那个陈华健啊，那个王子明啊，还有王子明的妹妹啊，还有谁？我看一下啊，还有些我们漏掉了，尿酸 get 啊，哦，还有一个谁啊？这谁啊？We are king，We car king 啊，We car king，那谁呀、啊？啊，Alliance 这边不还什么鬼跟他说什么？宝贝什么鬼？也不是啊，不是，We are king 吗？谁啊？这个，We are king，不叫 ship 用带，他只是用带个小胡子走了，什么用带啊？不叫 ship 是 logistics company，不叫什么公司啊？忘记啊，坐车的是吧？我懂，车是吧？V car king 吗？谁这个？查一下底。V car king，大都 Vira V car king 啊，这个也是 Vira 哎，跟那个 all in all 的不一样哎，这个不同姓啊。V car king 跟被加强有关系有没？我看一下啊，我看一下，We got some of the account holder for them. We got him. His got some siblings. 什么？他是未加强的 siblings 啊？难道那个未加强哦？用他的这个那这条水 V Car King 的名字买做什么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。OK，所以 V Car King 就是 V Car 兄的 siblings 啊。OK，那这个是 MCA 人哦，不懂是不是 MCA 啊？但是他的哥哥是 MCA 啦。V Car King 嘛水啊？找看有没有相片。本阿叔是，找不到脸呢，脸那里没有脸啊，没有先脸呢，找看下谁，我这个，一看看没有脸呢，找不到他脸呢，那这个 blog 就讲说他是魏家强的兄弟了啊。We got 兄嘛，刚好的，We got king。所以是魏家祥的那个兄弟哦。根据这个 block 啊，根据这个 block，我只是转述吧啊，根据这个 block。诶，也是有魏家权哦，还是叫？魏家权哦，中央代表哦。还真有这个人哦，V 加 King 和 V 加兄诶，然后八路了，然后你们找去找他，去找他问他为什么要买 V 的，问他，你们去问他，所以他是找后的咯，是找后的那个人咯，然后跟魏家强也是同一个选区的哦。就好暴露哦，OK，所以已经分析到这样子了，其他我就没有时间去看了，我要睡哦。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信息要分享的话，也是可以来一起分享哦。你看我讲话都没有声，都慢慢讲了，要睡了。OK，今天就到这边为止。谢谢大家咯，希望那个 B 站他继续上哦，
回去原来的位置啦。谢谢大家，大家晚安。